小白，恭喜你终于毕业了，表哥送你一辆三轮车，开始努力找工作吧。找工作？什么？毕业？小白的日常日记十五。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欢迎你来到找工作游戏，如果您过不了关，你将会回到第一关，直到你通过关才可以离开。第一关，请您在一小时内完成十份申请，求职信需要定制以适合公司。准备好，开始。恭喜你过了第一关，请开门去第二关。欢迎来到第二关抢职位，你要跑得比其他竞争对手快才能得到第三关的机会。恭喜你过关，便进入最后一关。Hello， 欢迎来到百万条面试题目现场，只要连续回答五条最佳正确答案就能过关哦。第一条，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？请选择你的最佳答案。 A， 贵公司是个大企业，工资待遇都会使我满意。 B， 可以得到很好的培训机会，从而掌握专业技能。 C， 因为我喜欢公司文化，相信公司理念。 D， 原因是这项工作要求的许多技能都是我擅长的，例如。答案是 C。有没有更好的答案？第一关，请您在一小时内完成十份申请。答案是 A。有没有更好的答案？我一直都过不了关啊，我能怎么办啊？其实找工作过关并没有那么困难。第一步，我们会帮你进行毕业后的工签申请。第二步，我们会通过 AI 机器人技术帮你进行简历匹配，同时进行面试辅导。第三步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我们会保你三个面试。原来是1000，现在三人同行只要888，五人同行只要666。活动截止日期是到8月31号。有需要的小伙伴们赶紧过来找我们吧。哎哎，没事吧？哦，我要找一下 coffee。 原创不易，点个赞吧，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。